蛋什么声音？香蕉，香蕉。这声音传递着生机，这歌唱释放着快乐，携手伙伴，我们用天真稚嫩的声音唱响中华千年文化，摇大脸唱起那首属于民族的童谣，更让童趣和童心随音符驰骋天地，遨游九州。七巧板特别节目快乐宝贝爱唱歌，汇聚童心，欢唱童年。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他们，飞过千山万水，用纯真的歌声描绘出美丽中国的多彩民族画卷。
弟弟做梦，太阳透着七色一清
从乡村田间到文化古都，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飞到孩子们心中，歌唱着的他们就是最美的风景。大家好，我叫柠檬。我叫杨木可，我擅长唱歌跳舞弹钢琴。我会唱歌拉二胡和跳舞。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、画画还有弹电子琴。那可以唱两句让老师听一下吗？小小雨点，小小雨点，沙沙沙沙沙，千万雪花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孩子们，我们今天要学习一首关于童谣的歌曲《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学习这首关于老北京风格的童谣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。老北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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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北
是老么长的大乌龚，飞得老么高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咱天津风筝卫的大风筝啊。风筝卫它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大人小孩都喜欢，都喜欢。丝线身子灵毛骨，拉开长线它天上钻，能拆分，能组合，能折叠，能折展。小的它赛火柴盒，大的足有百尺宽。比一比呀，比一比，看一看呀，看一看，看谁的风筝飞得高，看谁的风筝飞得远。嘿嘿嘿，看谁的风筝飞得高，看谁的风筝飞得远，飞得有多少块起始蛋，让我们
树旁，古城的故事他常常对我讲。从南城到北城，从北城到南城，长长的大街，短短的小巷，我喜快乐宝贝唱着歌，把音符洒下天空，用他们最可爱的样子，最开心的方式，在歌声中展现幸福的童年生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螺蛳粉之乡广西柳州歌韵童声艺术团，我们团队共有18位壮族小姑娘。接到七巧板栏目组的邀请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兴奋，一整晚都没睡着。在演唱这首歌曲初期，
难度比较大，特别是在高音以及二声部的配合上。不过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、不断鼓励下，最终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合唱作品。第一次与那么多小伙伴一起拍摄 MV， 早上5点起床开始化妆，坐着大巴车开始一天的拍摄，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。虽然中途很热也很累，但是一想到与伙伴们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，就感觉没那么辛苦了。最后希望我们带来的原创作品《稻壮乡》会让更多小朋友们了解广西，爱上广西。
声像风，吹过戈壁走廊看，莫高古佛像万丈难，是宏伟的敦煌亭，沙漠驼铃声像风，吹过戈壁走廊看，莫高古佛像万丈难，是宏伟的thank you.
生活中，你最期待什么声音？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看着冬不老。这声音传递着生机，这歌唱释放着快乐，携手伙伴，一起唱我们多快乐。我们用天真稚嫩的声音，唱响中华千年文化。唱起那首属于民族的童谣，更让童趣和童心随音符驰骋天地，遨游九州。七巧板特别节目《快乐宝贝爱唱歌》，汇聚童心，欢唱童年。